The sky turns gray against a fiery display of red and golden hues, like the day I felt free. 嗨，还好我的朋友，你不要在这比邻默契好不好？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andy 吴珊如，我是魏如云，我是燕柔中，有默契了吗？是 long long story，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了，然后这当中呢，没有吵过架，也没有打过架，也没有上过法院。然后我们认识这十年来，也就是彼此见证了彼此的大大小小起起伏伏，然后就一直在彼此的身边，所以我们算是真正的闺蜜。我觉得你是一个。哇，好难不得罪你哦！他是一个很像小孩的人，然后他在家里面本来就是个妹妹，然后我在家里面本来就是姐姐，然后他是独生女，我自然就会变成他们两个的姐姐。姐姐，虽然我年纪比较大，可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身上就是那种家里排行老大的那种气息，真的是很重。你会有很多事情会想自动的会想要问他。人际关系上，他真的是我的老师，他应该算是台北里长吧。他是我全世界唯一一个认识跟自家大楼管理员也是朋友的人。对，有一天我问他说：“哎、欸，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他说：“没有，我跟管理员北北约好了。”是真的朋友，而且他跟我同频生，我的生日同一天。As the days they get shorter, we have reason to get close.我们是不是一样啊？想要搬在海岛，但我后来想到高跟鞋要踩到那个沙滩里面，就瞬间变成平底凉鞋。我如果有165以上，我就可以赤脚。你呢？我没有想过婚礼，因为我不喜欢穿婚纱。我曾经有想过我要穿西装，然后我的新郎要穿新娘礼服。你是植树跟香芹呢？我之前还跟我爸讲过，说我也不想办婚礼。他说他以前包出去的红包一定要拿回来。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哎。好啊，那这样讲起来，我们三个人根本就对婚礼毫无憧憬、啊。哎、欸，我有啊、哦，对不起，对不起。他有啊，他海岛，他海岛、啊、自动忽略你了，忽略我。居然到现在才有机会想说，哎、欸，我们三个人可不可以有一起工作的机会？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他是歌手，我是主持人，他是演员。今天能够一起拍，而且还是穿婚纱，又要耍酷，又要不能笑，高冷，然后我们又很想聊天，又不能聊天，就一直用眼神在那边这样，就像嘻嘻哈哈笑完之后，然后装正经，就这样哈哈哈。还是很谢谢 L 可以邀请我们三个人一起来拍这个不知道未来哪一天会真正发生的美好的婚纱照。但不管怎么样，今天都已经有一个很美好的记录了。就是十年之后才结婚的话，至少我们有照片可以看一看了。青春的空间很漂亮，谢谢大家哦，爱你们哦，拜拜。 Winter makes me sad, but with you to hold and have。